这个退到场外放高球的男人叫西蒙高茨，绰号欧洲许昕。在2019年的布达佩斯世乒赛里，他曾经战胜了真正的许昕。在欧洲选手中，他的实力不容小觑。那么这回在重庆，中国队主力梁靖昆能否顶住冲击呢？开局发挥优异的梁靖昆先下一城，漂亮围住，好球！西蒙高茨强大的周旋能力逐渐凸显，自己在找机会去进攻。退台拉的高调弧圈常让梁靖昆对不上。贴住进攻，漂亮！但好在更为厚实的梁靖昆还是一路领先，以11-8赢下了第二局。战术啊，打得更为稳健。漂亮，再来！这一杆被动削球将西蒙的手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再来，哎呀，有点可惜。再来，还有。梁靖昆的超大力扣杀直接将球扣出界外，强如西蒙也无法再救回来。非常充分，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一个准备和困难的对于困难的一个准备。在向最终厚实的大胖梁靖昆非常稳健，11-7